为着自己未来呢英雄的传承，这都是啊，大家人的用心吼、哦。师父真正是真欢喜，很感动。那这都期待咱大家人啊，这款的心情爱保持。但是呢，要甲大家人讲吼、哦，真正师父是什么都未晓，大家人安怎用心到今仔日呢？自在会当普遍地全球，全球我一步都无踏出去，那都是呢我们的慈济菩萨、慈诚菩萨、慧眼菩萨代替师父出去，回修道回来呢，这。我只是代替大家人，互人看，安尼尔定嘛，只是这样，大家看见的都是我。其实呢，做的都是人家看不见的，吼、哦。那这一股看不见的才是真力量，这叫做真理。看得见的，那是事相，只是。一个事的形象而已啦，真正的呢，力量是来自于看不见的这种的真理，大家人无看到的是真多，功归于真理。老实讲，功应该是归于真理，归于呢，就是应了这个真理，脚踏实地。做出来的，这才是呢真有功啊！这个功德哈、哦，我真正是真感恩大家啦。爱的能量不是干那用功的了定，慈济人呐、啊，爱的能量呢是在经验中得来的啦。咱五十年行过来哈。五十年前啊，咱啥物都拢总无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，而且呢，咱伫迄当阵，咱用干呐去文具店吼，啊买同款的簿仔来吼，安尼呢都发出去呀，慢慢伊家己自己产生，这无后为源。哎嘛，唔是我给因的名呢，迄是因家己好的呢。即马都无叫做无效啊，即马就叫做见习培训哈、哦，你就是见习的过才开始培训嘛，所以即马无效都无了哈、哦，所以名称随着时代呢，咱来换啦，但是呢，质是无换哈，咱原来的本质质不能变，但是。我们要适应时代，的生态啦。我们可以呢来适应哈、哦。那这个适应呢，并没有变过去的什么，有变的是比过去的更丰富、更多、更大、更广、更阔，这是有变的。我们以前呢，会记得古早伫咧打火机呀、啊，咱敢那伫小静思大殿的内底吼，安尼绕一绕啊，啊感觉明年来哪阵无够，后壁就甲搭一个铁档起来啊，啊师傅就安尼简单坐伫迄个楼梯顶面吼，这踏步进去的小平台啊，啊伫迄个所在。布置起来呢，也很庄严呐，吼！大家人底下听，就开始这样的走进来，吼！啊，都安尼一直对师父到现在。总而言之啦，那个时候资深的慈济人，那经也听真多，捌师父也真久，吼！啊，我是希望讲啊，这叫做低音
知心吼，那会了解师父从迄当村一直行到这当村来，应该呢看到咱的人间事态啦有变，确实呢姿势甲师父的方向无变。这大家人呢，会当甲大家人分享啊。恁少年时代，师父少年，恁少年迄当阵，咱嘛无少年啊，迄当阵应该是中年啦。那咱迄当阵的时代行过来，这应该记忆真深吗？这呢，会当常常甲大家人分享吼。那唔是讲吼，甲恁一直抱到对天顶去哩。对天顶敢那做仙女尔啦吼，那我希望讲吼是人间菩萨吼，无唔对，咱合心和气和爱向力，合心也可以呢，入去洗礼呀，或者是呢，无一定挂名，但是呢，我就是投入洗礼。那迄当师父唔是定那讲过去啊？你若是伫即区，啊，你即区的协力组长，你要做啥物？你就是伊的协力组员，就是可以呢。投入同款的伫即组的内底，要搬椅仔桌啦，要揉涂骹啦，咱嘛会当落去揉啊。只爱呢，咱的体力有够，咱的健康，咱嘛都爱讲吼，有叮当啦。才有福建呐、啊，逐天呢，咱要健康啊，就是爱叮当啊。干那吼，以为讲核心就是徛伫遐伫咧监督，那就错啦。师父的心意唔是安尼，当然啦、啊，师父是真敬重甲爱。啊，这个敬重爱呢，是希望会当成就弟子一生中呐、啊。唔通有空档，干那挂名啊空诶，吼、哦！你无去做，就是叫做空诶。你没有运作啊，好像一个壳同款，一个壳内底无把张，就是空了点。你爱有路去做，身体可好，心理阁健康，安尼呢，阁会当成就你诶功德。我一直吼、哦。所讲的法呢，是真期待大家人真会当接受讲吼，是纷纷积作，纷纷积习啦。你家己若无去做吼，你要得到啥嘿？啥物都未得到啊！反而呢，家你好名叫做合心，反而让你空掉，让你空掉啊！我是感觉讲吼，啊，咱都爱家己承担。有规划过的人，咱有参加过，咱勇于承担，讲吼，啊，这就是我搁甲什么人、什么人去当阵的想法是安尼规划过来啦。啊，咱若是不尽以善美呢，不要紧，咱后悔，咱搁提议，咱搁再来改进，安尼呢，咱就会进步啦。所以期待呢，我们大家。咱的知识无变，咱有法有这个法脉，咱的宗门伫过去，咱就是安尼做。无形中一直呢扩大，无形中呢，大家功能呢愈直直增加吼。起码就是还是爱国再一次好，因为咱现在呢是为未来新组织的设计，起码已经50年啊。半百已经过去啊，在未来呢，咱应该呢，哎，本质咱爱坚持，但是呢，社会伫咧变，我们呢应该啊要安怎样来改，真合乎吼、哦，来改完成起来吼、哦，所以咱希望宗教处啦，宗教处真辛苦，所以期待。大家人吼，咱起码因为慈济已经呢，大家人做，啊，大家人呢，拢安尼一直来磨合，哈，磨合到起码真多优点，
真的、哦、我很赞叹、啊、所以我真期待宗教处呢，持有存经，哈、哦，持有存经呐、啊，哈、哦。但是咱大家人吼，咱大家人也唔通讲，啊，你那会无专盘甲我 copy 过，吼、哦？那希望讲吼，伊起迄个优点，啊，存落来呢是迄个结晶，迄、那个晶，吼、哦，亮晶晶的晶，吼、哦。那起优吼存晶，吼、哦。那还要呢，得先种子，好的。我们总是要对安尼行，安尼做，得善从之，吼、哦，得这个善的，咱就是善的，咱就是安尼做就对啊啦，吼、哦。